1500年代香港，你知我过下一年，过下一年，过九七不就起？你几多岁啊？106啊！香港65岁或以上嘅人口喺2001年已经占11.2%，统计处推算到2031年将会增加到24.3%，即系每4个人就有1个系长者，人口急速老化。通常咧就即系我哋讲65岁以上嘅人口嘅，如果系超过7%，即已经系进入所谓老化过程里边。好多我国里面的是差不多要用成30-40年的时间的。即我们由 7% 去到现在12% 左右都是只不过10-20年的时间。所以速度就即快很多了。在接下来的20年，社会将要为退休长者生活付出沉重代价。因为过去30年政府一直没有推行退休保障制度。现时香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有75万，其中接近13万退休后生活要依赖综援，政府每年在这方面的开支大约80亿。得闲有工作。梁海哥87岁，丈夫过身之后独居，他打工打到75岁，冇得做先拿综援。阿婆冇得俾你做啦，跟厂我搬第六啊，你搵第二做啦。冇话诶去福利部度，阿婆你冇得做，你冇嘢做，你哋攞不如啊同你办手续，攞去人做金啦咁。屋租系政府俾埋，哦有啲咧又攞上残啲嘢，啲人话应该你只脚又跌只手又跌，你都有上残啊，我冇，我亦都冇要求佢。我话我一个人。系嘛？要冇仔冇得眼球光食就算数啦。梁海哥话：佢50年前游水落嚟香港，喺工厂做五金、钉装，几十年嚟都系做散工。被逼退休嗰时，冇遣散费，冇退休金，只系补翻几千蚊。你补几千蚊有乜用啫？我都唔想讲吧。唉，咪啦。我咪咁辛苦，咁辛苦游水嚟香港，游水嚟香港嚟有部几十年，正所谓万万星移几十秋啦，都毫无发展，唔系咧。1971年嘅时候，其实香港都系一个好年轻嘅一个人口嚟，就1971年嘅时候咧，21岁以下嘅占咗半数嘅。我睇到10年或者20年之後，我哋年老嘅人士都係即係越嚟越多啦。一個退休保障制度嘅，你真係要好長嘅時間。你冇翻20-30年之後嘅時候，你唔可以積累到一筆錢嚇，所以一定要即係盡早去做。周永新70年代喺英國讀書，研究社會保障制度。返港之後，致力推動政府。設立一個全面性的退休保障制度。87年的時候咧，同當時嘅即係教育及人力統籌司嘅傾過呢個問題，咁但佢俾我答覆咧，都係話即係政府覺得如果用公積金制度積累咗一筆錢嘅時候咧，竟然一個我覺得好荒謬嘅理由啊！佢話政府唔知道點樣管理呢筆錢，政府最弊就偏聽。就只是听那些工商界或者是雇主方面反对的声音，就不肯即以整个社会利益为依归去做这件事情。91年的时候，就选举之后的时候，很明显政府知道，即是他不能够再拒绝。92年的时候，政府是希望推行一种好像类似现在强积金这样制度的。不过当时的团体就希望政府做公积金。94年咧，就當時即係
港督彭定康嘅，佢又提出另一個方案出嚟，大家爭論一輪嘅時候咧，政府又決定唔做呢樣嘢啦。咁樣由九五年嘅時候咧，就重新去睇翻，即係九二年嘅時候所提出嚟嘅嗰種嘅強迫性嘅公積金嘅制度。咁樣足之九五年嘅時候就博取，反反覆覆經過咗成二三十年嘅時間，但好可惜就係、是。那個結果就是啲老人家係成為受害者，怪佢又好，唔怪佢又好，都係咁樣咯。咪唯有自己一味係自己，誒乜嘢都好咧，自己呃下自己咯，咪咯。你怪佢都冇用噶。我會將個責任主要放喺政府嘅身上，因為佢忽略咗佢作為一個政府有嘅責任，一個社會嘅責任，唔去做呢樣事情。我覺得是一個即係悲哀嚟啦，亦都係政府一個很大的錯失嚟嘅。免費啊嘛，阿婆冇錢梗係慳啦。我做到五十八歲噶啦，做工廠，但係即係扯嗰陣時。結束嗰陣時都係俾一萬銀遣散費啫嘛，即係日工啊，剩嗰啲咁嘅啫嘛，自己工啊剩啫嘛，邊度有退休金啊？冇噶，乜都冇啊，冇得保障噶啦，因為你以前都唔興呢樣嘢嘅。即係埋怨點解我哋嗰啲即係冇退休金咯？政府經過二三十年時間，終於要到二千年先至推行強積金。但是周永新表示，这个制度对于低薪的打工仔到退休储到的钱有限，而且亦都解决不到因为人口急速老化在未来二十年的燃眉之急。一方面呢就是需要有一个呢是一个私人供款式私人管理的一个的退休金计划，就是其实我们那个强积金计划。另一方面咧，亦都要考慮翻，就係話有一啲係從翻政府嗰、那個個資金嘅來源，去對翻嗰啲有經濟需要嘅長者提供翻嗰個基本嘅保障。第三方面咧，就係、是、去鼓勵翻咧，就係、是、個人咧就因應翻自己嗰個嘅情況咧，譬如話有一啲自己個人嘅儲蓄啊，有一啲嘅投資啊，或者年金啊，各方面嚟去。为那个将来退休之后呢就提供个经济的保障。过去三十年政府没有推行退休保障计划，但是人口已经开始老化，现时政府用在老人福利和服务包括医疗，去年开支超过200亿，占全年总开支10%，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代价。2031年将有四分一人口是长者，现时65岁或以上的长者有7%入住老人院，住院费用大部分由政府支付，政府每年用在长者的院舍和社区支援服务大约33亿。我们间院收的老人呢超過九成是享用緊政府的綜援服務咯，每一個平均都有85歲咁，有6至10年左右。荷花好笑容，荷花好快樂。佢都成90歲噶啦，佢咁佢由於個肺個問題，咁所以佢咧就要用一啲制氧機。24小時都用住制氧機噶，咁我哋其中有4、5個咧就住咗10幾年噶啦。我諗絕大部分90%到咧就一路住到佢百年歸老啦。香港長者入住老人院嘅比率偏高，新加坡、台灣只有4%，而香港就有成7%。我外母今年是94歲足，她是接受公共援助的，入院都不用錢，有政府資助。
即係我本身呢幾年都冇嘢做啦。外母咧就係需人照顧嘅，因為啲後生要翻工要揾食，又冇人照顧你，留你一個喺屋企咧就比較危險啲，因為佢又跌過受傷咁，咁佢又冇出聲反對，咁我哋就入嚟。佢申請咗嗰個老人福利嘅，就應該佢個足夠佢而家俾院費。要處理嘅問題咧就唔少嘅，要去做嘅時候咧就一定係要個人、家庭、社會同埋政府咧幾方面係要配合都先至得嘅，就唔係話任何一方面做咧就可以處理同埋解決到個問題。香港人口急速老化，到2031年将有四分一人口是65岁或以上。现时社会仍然未有足够准备迎接日后超过200万的长者。现时长者人口只占总人口12%，但是就用了40%医院的病床，病床不敷应用。所以当年老病人在急症医院的病情稳定之后，就会被转送去复康医院继续接受治疗。现在治医院都是一个研究，都是20日，最近治时间就比较长，两个月即是你那些肺气即是多头，你不是这样不得，吸引顺很多。如果冇咗呢啲醫院咧，你嗰個服務會好差嘅。所以而家係好靠呢啲呢挺咁嘅醫院。試下向前摸下我隻手。摸下佢行行去。胡令芳表示，人口開始老化，唔能夠淨係依賴傳統醫療系統，醫院要不斷發展其他服務，以減少長者入急症室同留院嘅次數。其中服務包括日間醫院、外展医疗服务和病人康复小组。物理治疗、职业治疗师、护士、和医生，凡是你接触老人、你照顾老人，什么人都懂得，即最基本的东西。即你不用说、哦、这些老人问题我就要看老人科医生才行。政府发展得挺好，但始终呢就我觉得是慢一点的，即比起你個人口老化產生的要求，就是慢啲咯。記住舉高手要點啊？吸氣，眼定曬喺度咧就呼氣。年紀大啦，好多病其實係冇得醫，但你好多嘢係靠自己做咧，就等到你冇差得咁快，或者控制得好好。呢啲係靠自己嘅，就唔係靠睇醫生。老人家同埋屋企人照顧佢咧，都常常應該有呢個概念。咁我哋就可以即係減輕社會個負擔。要減輕社會負擔，胡令芳認為其中一個障礙係家人同醫護人員對長者嘅態度。有啲醫生啊、學生啊，咁都好對呢方面，佢覺得係好難嘅，唔係咁吸引嘅，即係老人家唔係咁吸引。其實我唔明點解個個唔喺度睇老人科，因為個個都會老噶嘛。屋企人的態度咧，就整到個老人家有好多嘢做唔到。譬如佢根本係行得嘅，只不過佢要揸住個架先行得。但係個屋企人好唔接受呢樣嘢，呢啲係即政府嘅責任，照顧佢，咁就唔肯俾佢翻屋企。我覺得你一定要打破咗呢、這個問題咧，呢、這個阻滯啦，你其他嘢會發展得好快嘅。在2000年咧，安老事务委员会交托我哋咧，系进行一个咧移风易俗嘅工程。呢个工程咧，系想将我哋
平時咧係對長者嗰個負面嘅形象咧，係將佢扭轉過嚟。以前我哋會覺得阿婆嗰啲阿爺啲好煩咯，會覺得佢哋唔跟得上我哋潮流咯，好長氣咯，成日想叫你陪佢飲茶啊，咁成日都係自己又冇時間，唔想陪佢飲咁咯。佢哋同我哋諗嘅嘢唔同咯，我哋譬如我哋覺得啱嘅，佢哋就會已經覺得錯嘅咁咯。咁我覺得即係有時同我哋傾偈啦，咁佢哋會好沉氣，有時又好大懵，咩都唔記得咁樣啦。冯太松虽然只得56岁，但是被迫提早加入长者行列，他感到很无奈。今天不是长者，但是社会的经济是逼到这班长者，没人请这班人。10年前，冯太松在油站做站长，后来患上鼻咽癌，还没了份工，情绪非常低落。那时候是不是真的没用呢？咁自己身體又有啲問題咁樣，幾強夾落嘅咁樣就，真係好 down 啊！真係好 down 啊！我嗰日踩單車喎，咁單車應該係咩啊？自行車攞出嚟俾人睇。自行車攞出嚟俾人睇啊！呢個喺自我形象最低嘅時候，馮太松得到太太嘅支持，參加大學舉辦嘅長者課程，同年輕人一齊去小學做義工。覺得自己不是老喎，咁覺得我自己有用，我都可以即係自己承翻自己，即係起碼都可以有個自我喺度啦。馮太松期望社會認同長者都是有用嘅，可惜佢話連自己個仔都唔敬老。慢慢出去揾嘢做，即係更加抗拒啦。覺得我自己揾到食啊咁樣，可以飛啊咁樣，完全冇期望咗。我希望佢養成自己，養成佢自己要偷笑。不要回来烦我，已经收拾了，根本就是完全没有期望养你。香港是一个挺负面的城市，对这个老化社会的进化就遗忘了他们，长幼他们去争这个的资源或者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更加就是觉得老人家是侵蚀了他们那个的积蓄。当然跟住而嚟嘅就係製造咗兩代嘅矛盾，極端矛盾。好兴奋，好自豪，好骄傲，哇！点样咁新成收成品啊？觉得佢好叻咯，叻咗好多咯，有耐性咯。如果我冇呢啲能力咧，仲更加冇用，即系当你系废人一个。晶姐话：而家唯有去菜园先至开心啲，但系每次翻翻屋企都要用音乐嚟麻醉自己。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宁。我的家人咪就咁样吓，细细个凑大佢，佢都唔理你，睇都唔睇嘅。就算老豆瓜啦，都唔睇嘅。佢一有出嚟做咗嘢，佢然之后就即系唔依靠你嘅时候，就唔睇你再耐啦。咁样。唔使啊，真系好热啊，你好烦啊！喂，佢哋咁冇礼貌噶，尊重下嫲嫲好喎。希望我哋唔好再咁固执咯，系咯，听下我哋嘅意见，有时唔系一定边个啱嘅，系咯。可以潮啲，明白多啲我哋嘅嘢，或者我哋都要主动去明白下佢以前嘅背景咁咯。负责制定、统筹和执行各项安老政策的安老事务委员会，隶属于卫生福利及食物局。身为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的陈章明，
认为在现时这个架构之下，委员会未能发挥作用。人口老化并非只是单单是这个卫生福利食物的问题，是其实横跨了所有部门，包括这个交通运输。但是问题政策局和政策局之间呢，我们发觉就是那个联系第一就不足，第二就是那个互相那个的交代呢都是平衡的，即是换句话说他们无需要向卫生福利及食物局交代，所以我们只是可以提出意见。咁你话一路再去发展嘅时候，究竟喺嗰、那个即係个架构上啊、运作上啊各方面，可唔可以有啲咩地方可以去改善或者改进去检讨呢？咁样咁呢方面我哋都可以咁样去諗嘅。27年后，香港每四个人就有一个系长者。我希望我哋社会转变嘅就是，我哋接受嘅老人家唔系因为佢系我哋嘅即系长辈，而系佢系我哋呢个社会里边嘅分子。老唔老以及人之老，我哋需要一个让长者安心终老嘅社会。